不起啊，我妈她……是前几天拍的，他当时工作累了，休息的时候拍的。长相不错，跟你很般配，妈放心了。长相不错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满嘴跑火车的药酒贩子。这只小羊喜欢吗？喜欢。那下次我们把那只更大的也买回来，好不好？妈妈说家里太挤了，不要买那些没用的。再说，搬家也好麻烦。爸爸一定努力挣钱，明年这个时候，我们买一个自己的房子。兰兰有单独的一间，装修得漂漂亮亮的。买什么都装得下。嗯，真的吗？当然了，爸爸什么时候吹过牛啊？那拉钩。来，拉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回家。来，走。给你留的早点在蒸锅里呢。哦，你们昨晚是不是偷喝药酒了？小叶还给你做碗醒酒汤呢。给小叶的那个评语写的差一点，就说他不适宜在咱们这工作，让那安心医院赶紧把他调回去。哎呀，国长您糊涂啊！我们都觉得这个小叶差，
那你安心医院为什么用那很差的医生啊？是不是？可也是啊，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是想啊，要不咱代表村民啊，给他弄一大堆这个锦旗，寄到安心医院去。哎，给那个黄主任施加压力。哎，这主意好，还是你有办法。你们就别替我操心了。要真寄一大堆锦旗过去，那我还不得尴尬死？这有啥尴尬的呀？你这一大早到村里头，又是量血压，又是送药的，这本来就做了好多工作了，是吧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没什么好夸的。对了，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村里的路可通了啊！我们都知道。你怎么知道？上午有村民来看病。没有，那个小陆走了。陆朝夕走了。啊，这网通了，路通了，当然人家走了。怎么你还想留他吃中午饭呀？打个招呼。你是不舍得他走，对吧？看您说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走了好，最好再也不见。入职会我没有去，现场应该很精彩吧？很精彩，我还以为你是故意不去的。我虽然很不想参加这样的会议，但早晚都得跟老功臣们会一会。你觉得他们现在是怎么看我的？纨绔子弟，挂名院长。准备什么时候再安排这样的会啊？我觉得越快越好。不过许院长和秦主任人在外地，最快也只能是下周一了。行。就下周吧。合作拍纪录片的事需要推进吗？策划案我看了，没什么问题，但我需要再考虑一下。好，如果你还需要其他资料，我来问他们要。对了，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个医生的资料。是想要聘请还是谈合作？准确来说是算账。是我们医院的医生，叫叶石兰。江嫂，他们认识我。虽然还没正式公布，但医生们私下交换过情报，应该都知道。那可不一定，